给我岳父拉点石头，我岳父要盖房子，他们那个砖全是不少啊，今天我挂上我这大肘子，叫了一帮亲戚朋友来给我丈人拉点石头，下地基的时候。这是我小蛋啊，我家啊，这个大家双给我呢。哦，我这个挑蛋，想当年吃拌面是吃五个加面的人，两个人能吃一个大盘鸡，吃四个面。挑石头你看特别厉害，专挑着哪个石头大，给我拿个石头。干活的样子。看见了一个壁虎哎，一个小壁虎。壁虎还害怕你？两个人跳了一米高啊！那么小的一个壁虎，你看着大蟒蛇了是吧？人多就是力量大，对，一伙的功夫，这么一大车满满的。车装满了，现在拉回去卸车。我们刚开始拉石头的时候是用这个小拖拉机，这台小拖拉机拉的，拉太慢了。就是昨天我们一天拉的，这总共是十颗石头。昨天一天拉的太慢了。今天就把这个大拖拉机套上了，用大拖拉机拉了四车，今天一天，这会正在卸车，应该够了，就盖三间房子，下地基用的时候。这个车斗没有油压翻斗，没有人工器。房子就是老房子，嗯，二三十年了应该，老式的房子。岳父计划着就是把这房子，大概就在140平左右的房子，把这老房子拆掉，大一点。我们这边下地基，80%-90%用的都是石头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嘛。这个河坝里啊，或者是地里石头多一点。如果用砂浆、水泥、用沙子的话，沙子太贵了。今年沙子的价格一方好像是70-80块钱，太贵了。多用点石头，能省不少钱的。今天早上我家来了一个收地铁的，他每年都到我家来。就是每年开工以后保养完拖拉机这些废品，就卖给我这个老朋友。80，我看你称还高呢，哈八十多一点可不住，这是就是这一点。以前小马这个铁都卖给我，我来割。哪个？这地方。小马的。啊。他不会割吗？嗯。我会割。你会学？嗯。割东西有没有？有。我劝他割个小半斤。你这个铁拉回去卖掉还是？我养的房。养的房。鱼要不要？
鱼现在没价格啊，没价格，我给你看见了吧？一尺，我给你搞了吧，我卖不掉呢，你再压车。他看到活体，他自己动手，自己拿。你这卖飞碟咋样啊？你这，我这务工的手那点儿，那点儿我要挣了几百块。还是可遇不可求。六十五，五十五，八十是吧？这两个是一六十五的五十五，一百二嘛？一百二加八十，二百吗？二百。还那后边，后面那个你拿不了吗？现在拿了吗？你挑挑管哪儿拿？嗯，管哪儿都能拿。那个过两天吧。过两天你来，行吧，没有问题了。刚多少公斤？二百公斤啊，二百公斤，二百四。十二公斤算，一公斤五块的话，我会卖五块，你卖。三百块钱了。找不过去，啊？不过去我再给你找十块。你手来了。哎，好。等过段时间吧，我把那个后面再整理一下。你看嘛，你后边那房子里面那个钱卖给我去了吗？嗯，是现在。现在。啊。还要整理一下那个呢，还有能用的。哎，那还想哪天还能用得上？废铁是120公斤，还有一个旧电瓶，总共才卖了300块钱。啊，废铁一公斤是1.2块，啊，每年都会来我家收废铁，啊，因为每年开春我们会保养拖拉机，保养完以后的是旧配件，都会卖掉，放在家里也是。撂着。